家好啊，欢迎收睇生活调查团。咁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首先要提下大家，就系记得扫扫我哋节目嘅二维码，关注生活调查团啦。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珍珠奶茶啦。嗱，讲起珍珠奶茶咧，好多年轻人都中意饮嘅。咁但系最近咧，一张图片就将珍珠奶茶咧推向咗风口浪尖噃。咁好多人咧睇咗呢张图片之后咧，都发誓话我以后都唔饮珍珠奶茶啦。咁到底系乜嘢图片令到大家咁震惊呢？下面即刻展开我哋今日嘅调查。呢个系一张最近喺朋友圈传得好火爆嘅相，相入边系人体横截面嘅影像，左边系肝脏，右边系胃，胃入边清晰可见系一粒粒圆碌碌嘅白色圆点，密密麻麻咁堆积埋一齐。而呢啲嘅白点，据说就系珍珠奶茶入边嘅珍珠粒。传言话呢啲嘅珍珠用塑料做噶，唔单止喺胃入边会残留，就连十二指肠入边都会有，会引起肠梗阻。到而家，关于饮珍珠奶茶引发嘅食品安全问题越嚟越受到大家嘅关注。都市快报曾经刊登过一个三岁男儿饮咗一杯珍珠奶茶之后造成肠梗阻，而冇几耐之前，江苏一名女子饮咗一杯珍珠奶茶之后，珍珠竟然喺胃入边黏埋一齐，成长成石头，巨大嘅石头仲将胃顶破咗。喂，睇到呢张图片咧，真系好得人惊啊！咁珍珠入边系咪真系含有塑料嘅成分呢？会唔会难以消化到咁嘅地步啊？嗱，而家咧我就嚟到咗广州仁爱天河医院呢度，揾吴医生了解情况。啊，我都系第一次见呢种咁高密度类圆形嘅一啲物呢啲物质。我都覺得好驚訝。林醫生頭先都話對呢種現象表示非常之震驚嘅。咁為咗驗證奶茶入面嘅珍珠喺 CT 嘅檢測下會出現乜嘢情況咧，所以我哋必須做翻個實驗。咁喺實驗開始之前咧，等我去買杯珍珠奶茶先。老闆，這種奶茶哪一種比較好一點？我們這裡很多奶茶都很不錯哦，你要哪一種呢？我想要这个原味奶茶，平时买的人多吗？那肯定多啦，原味奶茶很受欢迎的。这些珍珠是用什么做的呢？会不会用塑料做的？哦，那不可能啦，是用木薯粉做的。你确定这些珍珠没有问题吗？肯定没问题啊，那么多人买是吧？那给我也来一杯原味奶茶吧。老板就实牙实齿咁话，呢啲嘅珍珠唔会添加塑料成分。但问佢点解会有人饮完珍珠奶茶之后检测出珍珠冇消化，佢又答唔到噃。究竟呢啲嘅珍珠会唔会存在咩秘密呢？琪琪买完珍珠奶茶翻嚟之后，嚟到广州瑞慈体检中心继续展开调查。嗱，我而家咧就再次翻到医院嘅放射科啦，手上攞住嘅呢杯咧就系头先买嘅珍珠奶茶。咁喺买嘅时候咧，我就专登叫佢哋咧放多啲珍珠嘅。哇，喺呢度最起码都有四五十粒珍珠啊！咁唔知道呢啲珍珠咧食落胃度嘅时候，再去照 CT 又会唔会照出好多白色嘅小圆点咧？嗱，可能咧系由于我哋呢次实验咧，好多人咧都觉得实在系太恐怖啦，所以咧我哋揾唔到志愿者。唉，唯有我自己亲自上阵啦。好啦，唔讲咁多啦，即刻开始我哋嘅实验。唉，终于饮完啦！今次嘅牺牲真系太大啦，因为我而家好饱啊。接落嚟咧就要等佢消化啦。咁由于网上嗰个人咧亦都系等佢消化咗四十分钟之后咧再去照 CT 嘅，咁所以咧我亦都会根据翻呢个时间消化四十分钟之后再去照 CT。唉，好饱啊！好啦，四十几分钟嘅时间咧就已经过咗去啦。而家我要准备入去做检测啦。咁唔知道头先食落胃嘅呢啲珍珠会唔会照出一啲白色嘅小圆点咧？真系好惊啊！经过反复咀嚼并且消化咗四十分钟之后嘅珍珠喺 CT 影像当中到底会显示出点样嘅形态咧？我哋拭目以待。好快，我哋就从电脑屏幕上面见到琪琪胃部嘅情况。哇！呢个 CT 图像真系唔睇唔知道，一睇吓一跳哦！一啲密密麻麻嘅白色小圆点，唔通真系我头先食落胃度嘅珍珠？大家睇下，
呢啲珍珠咧一粒一粒嘅，哇，真係好恐怖啊！呢啲珍珠嘅數量咧，同我未飲之前嘅珍珠數量咧，好似係差唔多喎。而且呢個結果同朋友圈曬出嚟嘅嗰張圖都係一樣嘅喎。點解會咁嘅咧？係由於你飲完珍珠奶茶，僅僅40分鐘就去做 CT 檢查。如果是你吃了其他的食物，譬如米飯啊、饅頭啊、一般的食品，都會出現這種現象，但是不會那麼高致密度類圓形的。從 CT 的結果來看呢，我們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些白色的小圓點的，醫生呢就說原因是因為我們只用了40分鐘的時間去消化，還未達到完全消化的時間。不過話是話，這些珍珠到底是由什麼材料做的呢？會不會是網上所說的這樣用塑料做的呢？市场上面单独售卖的珍珠就并不多，奇奇辗转多地，终于在白云区某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入边发现了单独售卖的珍珠。这些珍珠有放塑料吗？有可能是用塑料做的？哪有可能用塑料做啊？塑料做的那是都是烂珠，厂里都没有塑料做的，塑料可能不用钱了。因为它那个不是有些它那个嚼劲吗？嚼劲不是塑料来的，烧的对，淀粉来的。店家话俾我哋听，珍珠系一杯珍珠奶茶入边最平嘅成分，业内最专业嘅叫法唔系叫珍珠，而系叫做粉丸。当我哋问到呢啲嘅珍珠系咪用塑料做嗰阵，店家就表示好愤怒，并且再三向我哋保证呢啲嘅珍珠系用木薯粉做噶，绝对冇塑料成分。到底店家讲嘅系咪真嘅啦？琪琪随即买咗一啲嘅珍珠翻去调查。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喺批发市场买翻嚟嘅珍珠，咁而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喺奶茶店买翻嚟嘅珍珠。咁从包装上嚟睇嘅话咧，其实佢哋嘅主要成分咧都系一样嘅，都系含有木薯淀粉。咁唔知道呢两种珍珠咧会唔会好似网上所讲嘅咁样含有一啲塑料嘅成分咧？嗱，咁而家咧我就会将佢哋咧送到检测中心，然后咧再请专业嘅人士做翻个实验。琪琪带住呢啲嘅珍珠嚟到检测机构，同时亦都请到侯老师协助我哋呢一次嘅实验。除咗准备呢一啲实验需要嘅道具以及两包珍珠，另外我哋仲准备咗一啲嘅木薯粉。而家我哋分别将呢两包珍珠放入水入边煮松，同时木薯粉我哋亦都用热水煮松。唉，煮咗咁耐，終於都煮好咗啦。咁其實咧，珍珠喺未煮熟之前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鬆化嘅粉圓嚟嘅，只要用力一捏咧就碎噶啦。咁而且咧喺煮熟咗之後咧，我哋可以睇到咧，佢就變成咗非常之有彈性嘅黑珍珠啦。咁而呢啲木薯粉咧，經過咗水煮之後咧，亦都變成咗透明嘅膠狀。聞起身咧，佢哋嘅味道都係一樣嘅喎。係啊。咁依家我哋攞兩粒珍珠嚟試下，試驗下俾大家睇先。好黐手好似。係啊，佢係比較黐手，而且可以睇到有一個 Q 彈嘅狀態，而且用力撳咧，佢係會有一個捽扁嘅一個感覺嘅。係。未煮熟之前咧就會碎嘅。係。而家就唔。所以佢即係呢個 Q 彈嘅狀態咧，一般嘅木薯粉都係會有嘅。呢個木薯粉。係木薯粉。然後黐手，而且係有一啲 Q 彈嘅一個狀態，因為木薯粉佢嘅分子結構比較大，呈現網狀，所以佢會有呢種 Q 彈嘅狀態。所以從初步嚟睇咧，呢個黑珍珠入邊嘅主要成分咧係木薯粉嘅。雖然從專家嘅初步判斷嚟睇，佢係含有木薯澱粉嘅，咁究竟有冇塑料成分咧？我哋仲係要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測。侯老师话：检测珍珠系咪用木薯淀粉制作，可以通过添加碘液嚟观察，判断珍珠当中系咪含有淀粉，随后再对珍珠做一个成分检测，睇下入边系咪含有塑料成分。一段时间之后，我哋可以得出最终嘅检测结果，被检测嘅珍珠都系由木薯淀粉嚟做噶，完全冇塑料成分。珍珠哈，我们一般来说珍珠是用木薯淀粉，然后加上一些焦糖色素，
加上一些稳定剂、增稠剂来做成的，就比较有一种比较糯的、有弹性的一些口感。从理论上讲呢，有可能是加塑料，因为呢，我们说木薯淀粉吃起来呢有点弹牙，但是也有点糯，那现在人呢追求更高了，还想更弹、更 Q 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加一些高分子的一些材料。这些高分子材料呢，就像你们说的是塑料，就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是呢又从实际上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哈不可能加进去，因为加进去那个高分子材料之后哈，成本会大大提高。照咁睇嚟，我哋可以落结论啦，网上传言珍珠系由塑料造成嘅呢种讲法咧系唔啱嘅。虽然咧我哋对珍珠咧做咗检测，知道珍珠咧系唔含呢一个塑料成分嘅，咁但系咧我对珍珠奶茶咧依然系好唔放心嘅。嗱，之前咧我哋做咗 CT 实验咧，就发现珍珠咧经过咗40分钟嘅时间咧，都仲系难以消化嘅。咁呢啲珍珠会唔会引起我哋肠胃唔消化，从而导致肠梗阻咧？造成肠梗阻咧系多方面嘅因素，可以系机械性嘅、动力性嘅、血运性嘅，同埋假性嘅肠梗阻。我哋讲珍珠奶茶引起嘅肠梗阻，通俗嘅嚟讲，就是我哋嘅肠道唔通畅嘅机械性嘅肠梗阻，呢个同患者本身嘅消化吸收嘅功能，同埋佢进食嘅各种食品有关系。如果系珍珠奶茶引起嘅肠梗阻，佢会有腹胀、腹痛，严重嘅可以引起恶心、呕吐。專家告訴我們，正常情況下喝珍珠奶茶是不會導致腸梗阻金，珍珠在 CT 檢測下面看到的白色小圓點是因為珍珠消化的時間還不夠，那這些珍珠在我們的胃裡面需要多長時間才可以完全消化呢？奇奇決定再次做一個實驗。嗱，而家咧，我哋就準備咗一啲煮熟咗嘅珍珠。咁另外咧，侯老師咧仲專登幫我哋調配咗一大杯嘅胃液，就係模擬我哋人體胃部嘅環境嘅。首先咧，我就會倒一啲胃液喺呢個培養皿入邊，就係模擬我哋人咧將珍珠食咗落肚之後嘅情況，睇下呢啲珍珠咧喺胃液入邊到底需要幾長嘅時間先可以完全消化。嗱，我就準備好曬筆同埋紙噶啦，因為咧我覺得我成個下晝咧都要喺度睇實佢哋噶啦。琪琪的这种锲而不舍、追求科学的精神真是值得表扬啦。回顾我们前面的 CT 实验，琪琪喝了一杯珍珠奶茶40分钟之后，胃部 CT 照射仍然显示出密密麻麻的白色圆点。那这些珍珠到底是多长时间才可以在胃里面消化它呢？接下来琪琪将会分别在30分钟、1个钟和3小时以及6小时的胃液里面捞出一些珍珠，并且对比珍珠的大小，看看是不是有变化。经过咗我成个下昼唔同时间段嘅观察咧，佢结果咧就系呢个珍珠喺胃液入边浸咗半个钟之后咧，我哋可以睇到依然仲系好大粒嘅。咁浸咗一个钟之后咧，呢个珍珠咧就开始慢慢变细啦。咁到三个钟之后咧，珍珠就越嚟越细，剩翻1/3嘅体积。咁到五个钟嘅时候咧，就消化得差唔多咯嗱，大家睇下。基本上咧就消化完啦。在实验进行的这几个钟入边，我们可以从捞出来的珍珠的大小可以见到，珍珠的胃液入边随着时间的增长是会慢慢变细的，而到了6个钟头之后，这些的珍珠就已经被消化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是未完全消化。那这种的现象讲明什么呢？我们还是去问一问专家。一般胃的完全排空的时间呢要4到6个钟，根据 CT 的片的结果来看，它的致密度是比我们一般普通的食品的致密度要高，所以要消化它的时间要比一般食品要长。
專家仲同我哋講，我哋實驗嘅珍珠喺六個鐘頭之後依舊冇完全消化，係因為我哋人工模擬嘅胃液環境同我哋自身胃液環境仲係有差異㗎。珍珠喺我哋嘅實驗環境之下，消化速度會減慢，所以會導致珍珠喺六個鐘頭之後仲未徹底消化。調查到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結論：飲珍珠奶茶會導致腸梗阻嘅呢種講法咧，亦都係唔啱嘅。不過咧，喺度要提醒一下大家，千祈咧唔好大量吞食珍珠奶茶當中嘅珍珠。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好容易造成胃排空唔通暢，尤其咧係小朋友。咁所以咧，我哋喺飲食嘅時候咧，一定要細嚼慢咽，特別係咧好似珍珠咁樣嘅食物。睇到呢度，相信好多觀眾朋友可以鬆一啖氣啦。不過先唔好咁開心住。雖然珍珠又冇問題啫，但係關於奶茶嘅傳言仲係唔少嘅噃。最近網上爆出，而家街頭多數嘅奶茶店做嘅奶茶係由奶精同埋果味粉溝兑出嚟噶，根本就唔含奶，長期飲用對身體仲係有危害噶。咁到底係真唔係咧？為此，琪琪亦都進行咗一番調查。奶茶店一般用什麼奶呀？奶茶不是用牛奶，是用奶精的吗？他们可以啊，一般牛奶勾兑奶精的比较快一点，也就是牛奶的没有不够。一般他们是用什么比较多？奶精嘛。經過咗一輪嘅暗訪咧，我哋可以知道奶精沖奶茶咧已經成為咗行業內嘅明規則啦。咁究竟乜嘢係奶精咧？哦，奶精其實呢，它不是奶。奶精就是用植物油加上一些添加剂经过乳化而成的一个具有奶味的一些东西，因为植物油在氢化的过程中呢，它发生了一个反转，就变成了氢化植物油。氢化植物油呢，它就含有反式脂肪酸就多一点，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了，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啊，动脉粥样硬化呀，冠心病啊等等一些疾病。有一些便宜的奶茶它会加奶精，因为成本会下降嘛。有好一点的奶茶呢，它加了炼乳，加了鲜奶，少一点奶精。市面上售卖的珍珠奶茶是不是真的一滴奶都没有呢？现在摆我面前的这三杯珍珠奶茶呢，就是我在三间不同的奶茶店买回来的。为了我们这次实验的准确性，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因素，所以我在买奶茶的时候呢，都会特别要求要常温的奶茶，也即是非冰。老板呢就跟我说，他的奶茶呢都是用牛奶冲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现在就先将呢啲奶茶咧倒出嚟先。琪琪将三杯从不同地方购买翻嚟嘅奶茶分别命名为样品一、样品二同埋样品三，然后将佢哋倒入三个烧杯入边。另外，我哋仲专登准备咗一杯牛奶作为对比。我仲準備咗我嘅好幫手，冇錯啦，就係佢白醋啦。咁而家咧，我就會喺牛奶度咧倒一啲白醋落去。咁到底會有啲乜嘢情況發生咧？嗱，而家咧我就會將醋咧慢慢倒入牛奶度。哇！見證奇蹟嘅時刻到啦！大家睇下，嗱呢杯牛奶咧，特別係佢底部咧，就已經出現咗一啲好似豆腐花咁樣嘅嘢。往牛奶入邊倒入醋，牛奶當中就有水狀物嘅產生，就好似豆腐花咁。出現呢種情況係因為醋當中嘅醋酸同蛋白質會發生化學反應，從而令到蛋白質固化，出現肉眼可見嘅所謂水狀物。牛奶當中含有豐富嘅蛋白質，當然就會出現大量嘅水狀物啦。咁琪琪買翻嚟嘅呢三種奶茶會唔會出現同樣嘅情況咧？呢啲奶茶含唔含奶啊？廣告翻嚟之後，我哋一一話你聽。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调查发现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是用木薯粉做的，并没有塑料成分。不过这个时候有传言就说奶茶里面其实就不含奶，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为此，琪琪做了一个实验，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就会利用这个原理对这三杯珍珠奶茶进行实验，看看它们都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即刻来看看这三杯奶茶会不会都出现好像豆腐花这样的情况。
首先嚟睇下第一杯，嗱呢杯咧係有少少嘅，我哋可以睇到佢表面上咧係會漂浮住一啲好似豆腐花咁樣嘅嘢，但係咧就唔係好明顯。接落嚟，我哋再嚟睇下第二杯，第二杯咧係冇嘅，再嚟睇下第三杯啦。第三杯亦都系冇嘅喎，往奶茶入面加醋，只能够大概咁判别出奶茶系咪含有蛋白质，而佢具体含有几多嘅牛奶呢？我哋仲系将呢三杯嘅奶茶带到检测中心做进一步嘅详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呢三杯奶茶当中嘅蛋白质含量只有0.2%，证明咗奶茶当中嘅奶含量极其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咧喺度建议大家咧都系少饮啲出边嘅奶茶啦。咁如果大家想饮到放心嘅奶茶，其实好简单，可以自己喺屋企整噶嘛。咁到底点样自制奶茶呢？下边等琪琪教下你啦。首先第一步咧就系放啲红茶咧落个煲度，然后咧再加水。然後再教中火煮3-5分鐘，直至到紅茶的顏色變成深紅色就 OK 了。現在我們就看到茶水的顏色變成了深紅色了，接下來我們要將茶葉渣過濾走，我們只是要茶水而已。這個時候我們要加熱牛奶，倒適量的牛奶落個煲度進行加熱，亦都係用中火嘅，煮1-2分鐘就得噶啦。切記咧，千祈唔好將牛奶煮滾噃。嗱，呢個時候咧，將牛奶咧煮到有啲暖暖地嘅感覺咧，就 OK 噶啦。然後咧，再將牛奶同埋紅茶咧溝埋一齊。呢個時候咧，就可以落翻啲白砂糖。咁我咧就唔係好中意太甜嘅，所以咧我就會落少少。就夠啦，搅匀佢。好啦，一杯自制嘅奶茶就搞掂啦，等我试下先。好好味啊！调查到呢度，相信大家对珍珠奶茶都了解咗唔少啦。最后对呢一期节目内容做个总结。第一，珍珠奶茶入边嘅珍珠并唔系用塑料做噶，而系用木薯粉做噶。第二 ，CT 镜像入边胃部照出白色小圆点，系因为珍珠消化时间唔够长。正常情况之下，饮珍珠奶茶系唔会造成肠梗阻噶。三，奶茶入边所含嘅牛奶系好低噶，为咗健康着想，中意饮奶茶嘅观众朋友最好喺屋企自制奶茶啦。雖然珍珠不會引起腸梗阻，亦都冇可能是塑料做的，但是在奶茶入面咧，好可能就會含有很多的奶精。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想飲奶茶的話，我哋建議大家咧喺屋企自制的。好啦，今期節目又差不多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節目資訊的話，記得要掃掃我哋節目的二維碼，關注我哋的微信公眾號。下期同一時間記得支持我哋的生活調查團啦。